是不是我们要马上互动一下，还是副市长要先回应一下，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有一个比较长的对话。现在有没有什么意见？好，有没有我们那个，因为我想大会安排的时间是希望说这个那30分钟里面是有20分钟的这个简单的这个一个演讲，然后大概有10分钟的时间，大家可以稍微提问一下。好，我就接受大会的安排了，然后我继续再留在这台上。如果重点是讲这个交通的话，这个就经费很大了哈。我曾经听过一位过去当部长的，